我女儿陈洁柔，这是我先生陈正宏。啊，我们从高雄来的，今年走第七年了。啊，会来是因为一开始爸爸身体不舒服，所以我们就想说去跟妈祖婆拜托，请他出药签给我们。啊，后来爸爸身体有起色，然后我们就发心，就在我们能力跟时间允许之下，就陪着他一起出门。啊，今年是走全程。啊，孩子本来是想说，因为上小一功课比较繁忙，不要让他来，可是他就很坚持，他也要陪着妈祖婆一起走，回去到北港，再回去到我们的白沙屯。他从大概一岁多，我们就用背的，然后跟用推车这样子跟。那当初一开始的时候，是因为他孩子还很小，会打扰到人家，所以我们就是都断断续续的跟随。那他比较大的时候，可以沟通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可以全程或者是半程这样子走下来。他觉得我们是要感恩跟惜福的人，然后他看着我们一起跟着妈祖婆，所以他就一直觉得说我们都是妈祖婆的孩子，他照顾着我们，所以他就坚持说他一定要跟着来。